接下来看一下，到了伦敦了，怎么办？发生了什么？那一年我25岁，在北京、在海淀、在中关村、在商地工作了3年，其中站柜台半年，批发商半年，总代理销售商1年，大厂工作1年半。刚找到生活工作中的乐趣和快乐，刚学会怎么摸鱼，突如其来的僚机行动直接把我的人生拨到了地球的另一端。初到英国，处处新鲜，处处感觉别扭，感觉什么东西都贵。要知道当年的汇率是1:16啊。现在的唐人街有一个，还有一个超市叫做龙凤超市。20年前它就叫龙凤，我估计在40年前还是叫龙凤。现在依然屹立着，依然人潮汹涌，是我来到英国进入的第一个中国超市。但是第一次逛中超半个小时，我是空着手出来的，因为实在是下不去手，太贵了，1:16。这是我来英国消费的第一感觉。作为一个无辣不欢的江西人，首先看的是辣椒。当时我记得没错的话，1小袋不到1斤吧，2.99英镑，直接脑子里换算人民币48块钱。再换算到我当初在北京家附近的路边菜摊手里，菜贩手里，10块钱能买1斤。到中超，到英国的中超，估计也就是3根的样子吧。于是呢，第一次逛中超的我很淡定的空着手离开，走进了隔壁的 Tesco 英国超市。1英镑买了1大瓶牛奶，59p 买了1大袋面包，89p 买了1盒12个鸡蛋。结束的都是我编的，大概就是这个数目，因为过去几十年这些日常用品，这些便宜货仍然是很便宜。在英国超市花的3.5磅可以解决我1周的早餐，1杯牛奶，1块面包，1个鸡蛋，营养丰富啊。初来乍到贵是一方面，要知道我们当时已经准备好了在英国混1年的钱，但是被我们家领导拿去买了回龙观的房，付了首付。我下飞机的时候身上带的所有现金加起来一共是大概600英镑。有时候想想我自己都很佩服自己，咋想带着600英镑就敢来这么一个消费昂贵的国家，哪里来的自信，哪里来的底气。这个可以说是一种没有认知的感觉，没有认知的表现。但是其实仔细反思一下，我需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。从18岁以后，他就不再干涉我的任何决定，无论是当初决定去北京投靠高中同学，自己去闯荡，自己去站柜台，还是决定跳槽，决定找到新的工作，还是当年的出国闯荡，父母一直是一个放手的态度。这一点真的很重要，这一点也是我现在秉承的教育孩子与孩子相处的一个重要方法。要尽量的放手，尽量的让他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去做决定，不要怕他会犯错，不要怕他会吃苦，因为成长的过程当中迟早都会犯错的，迟早都会吃苦的。犯错那就尽早的犯错，吃苦也一样，年轻的时候吃过的苦越多，等慢慢的成熟了，他才会发现现在面对的困难与原来吃过的苦相比根本就是小菜一碟。北漂的前半年，工资每个月是500人民币，和我的一个高中同学挤在一个不到3平米的小平房里，北京郊区的小平房，床上只能躺着，最多坐着。当你坐起来的时候呢，已经你的头和顶棚还有一个不到一个拳头的距离。我记得第一年是一个冬天，冬天睡在平房里最怕的是上厕所，因为要出门，要穿过-5度的寒冬的院子到房子的另一头去上厕所。没有电灯，没有水泥地，全部是农村的泥泞地，一不留神就会摔倒的那种。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是烧热水，要先把屋外的水龙头烫开，我们才有水刷牙洗脸。什么是底气？这个就是我的底气，来自于父母给的底气，来自于自己吃过的苦、受过的累的底气。这些都是我有勇气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去闯荡、去生活的本钱。当然，这是一个草根家庭的原始基础所造成的一个表现形式而已。如果有条件，能够避免孩子吃这些没有必要的苦，还是尽量避免。我作为70后出生的一代人，相信很多的同龄人也有着一样的感受。无论是草根还是中产家庭，
或者是领导家出来的孩子，其实经历的很多事情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类似的，只不过是不同的家庭环境决定了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而已。但是我认为起点不重要，人生的高度不应该由起点决定，而是应该由人生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来决定，由一个人给自己、给家庭、给社会带来的价值所决定，这个是人生的高度，起点并不决定这一些。